我从来没有想到骷髅法术还可以丢在这个位置。Hello， 我是乌龟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关未来守护者挑战的最秀通关获奖人，他的进攻方式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！从六点是直接开了飞艇进来，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接着狂暴隐形，一定要让超级弓箭手打掉大本营还有旁边的全部投石机才行。接下来就是这个进攻最关键的操作了，他将超级弓箭手召回了之后，在火塔的左手边丢出了骷髅法术。我从来没有想到骷髅法术还可以丢在这个位置，让小骷髅扛住了单体火塔之后，十二点重新进场的超级弓箭手直接一次贯穿三座火塔，打掉了三座火塔之后，召唤出来的小骷髅头会有几只跑去找九点钟的城堡。哇，这真的是把兵力用到了极致。小骷髅头可以慢慢的把城堡给拆掉，现在这座可怕的巨石碑也要被超级弓箭手拆掉了。剩下六点的位置，这三座对地弩用一颗气球就可以解决了。现在他手上捏着毒药，因为超级弓箭手往三点的方向走过去之后，会碰到一大堆的骷髅陷阱，一罐毒药就可以完美的保护超级弓箭手，来把三点的建筑物给拆光。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很秀的进攻啊？扣了超多的单位，他几乎是只用了超级弓箭手就拆完了全部的建筑物，而且最后剩下的时间也是蛮多的。最后剩下一些收尾的时间，我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之后大家有需要提供活动或是征稿影片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放在画面右方的这些小提醒。比如今天这段最秀进攻的影片其实就没有录到开头与结尾，我知道大家可能是已经打了一整天了，都在重复相同的动作，已经感到很厌烦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请大家尽量配合咯。感谢感谢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次的挑战再见啦，拜拜。